你喜欢这本书？这是我的画本，是你特意帮我拿过来的。这上面的龙王可好看了。有我好看吗？当然没有你好看。嗯，他穿战甲的样子，英气十足。 英气，你还有王院士穿的样子。王，你可知我的原身便是咸竹龙的后裔，真正的王。 这画本上的龙也淡然在天上飞，你怎么看了不怕？画本上说，龙王会保护他的爱人。你倒是信这画本，那你信不信我？自然也信你。 好像现在没那么怕了。我会永远保护你，你信我，好吗？好啊。永远真的可能吗？刘英，你这个傻瓜，龙王只是想保护你吧。我们不可能成亲，就当是一场梦。 你那个画本不入流，看我给你画一个真正的龙王。给，你也画。我不会。没关系。 是我们，那是我们。
后我还能见到他吗？哎呀，想什么呢？他是龙王，哪有时间来找我？龙王大人，谢谢你这一路一直护送着我。小流萤，我决定不报恩了。你本来也无需报恩。这一路行来，仿若百年。原来，你跟我在一起，这么度日如年啊。和你相处一日，仿若百年缱绻；离别一刻，却如同千年雷劫。我对你的心意根本就不是恩，小柳莹，我喜欢你。既然我们两情相悦，或许一生一世，自然可以成亲了吧？你知道什么是亲吻吗？你问这个干什么呀？我看话本上说，相爱之人都是用亲吻来表达爱意，所以我才问你。我不会。无妨，我们可以一起学。我不想学。小凌云，那你知道什么是洞房吗？我不知道。也无妨，我们也一起学。你快看，星玄月，好美啊！天现星玄，好兆头。以此星玄为证，这是我送你的定情物。那你要送我什么？我没有。不如这样，我们打个赌，若三日之内再出现这般星玄，到那时你就要送我一个定情物，无论什么都可以。无论什么都可以吗？那如果没有出现星玄运呢？那我们就一起学习人间的亲吻。